在宠娃这方面，没人能比得过长隆。都知道前段时间长隆的大熊猫橘萌萌生了宝宝，这可把长隆官方激动坏了，直接花式将这个消息昭告全天下。不仅给游客派发坐月子必备的猪脚浆，还在地铁站的 LED 屏上全程通报，路过的人都停下来恭喜他：“萌大小姐生娃快乐，荷尔蒙世界最甜，我们有一个女儿。”就是说这在整个熊猫界都相当炸裂。 此外，长隆给熊猫宝宝做的海报也是在搞笑和宠爱中反复横跳。360度无死角设计，超级外形颜控必备。搭载萌二代系统，5根手指根根分明，自带防沉迷喝奶5分钟，睡眠3小时，178克超大内存，一代更比一代强。果然，看自家的孩子哪哪都喜欢。长隆的骄傲都快要溢出屏幕了。就是说，详情了解了啥时候上链接？其实早在橘校生下三胞胎的时候。 长隆就充分展示了晒娃能力。地铁广告甚至都打到隔壁广西了，而长隆不光晒娃宠娃方面更是一绝，挣的钱几乎全用来改善动物生活条件。游客甚至可以看到大猩猩抱着菠萝蜜吃，饲养员用来逗小猴的水果是红体。去年萌帅酷三姐弟过9岁生日时，长隆花30万给酷酷安排了熊猫界首辆火车，还设了广州、拉萨、北京、上海4个站点。 足不出户体验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，并且为了防止酷酷玩耍时被误伤，火车前后几辆特都安排了雷达探测，只要熊孩子靠近火车便会立马停下。就是说真的不能让酷酷出来，我进去吗？炎炎夏日，别的小熊还在抱着冰块降温时，长隆早就给孩子们配备了十几万的冰床。 专门根据熊体工学设计全天24小时通电，甚至长隆15只熊猫每只还不止一台，羡慕的泪水再一次从眼角流了下来。而长隆的饲养员也特别厉害，会用心的给滚滚们手工制作玩具，直升飞机、大哥大麻将桌应有尽有。萌萌还有张纯手工打造的竹帘公主床。 坐在里面妥妥的垂帘听正女王熊，只能说三太子萌兰看了都得直呼血反。今年是三胞胎姐弟的10岁生日，网传奶爸奶妈申请了100万预算，只为给熊孩子办一个盛大的生日会。好家伙，这才是真正的财阀家孩子吧？不知长隆会如何安排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眼前这只给弟弟妹妹盖被子的小熊，就是2017级熊猫幼儿班班长芝麻，自己都还是个走路不稳的宝宝熊，却懂得照顾比他更小的弟弟妹妹。不得不说，小家伙实在是太暖心了。芝麻的妈妈是只咸一爹巧巧。 由于生下来嘴角有个小黑点，像极了小孩子偷吃东西遗留的芝麻，于是便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。芝麻还有个双胞胎哥哥，名叫芝士。因为兄弟俩比其他小熊早出生几个月，顺利当选为一期届幼儿班班长和副班长，仗着自己的体型比别熊大好几圈。平日里，芝士芝麻没少蹂躏其他同学，甚至还把软萌的妹妹当成枕头垫下了。只是这沉重的爱实在让熊难以喘息。这天，小熊们正排成一排睡觉觉，调皮的芝麻非要踩着人家爬来爬去。 烦的小家伙大声跟没奶妈告状，被奶妈教训的芝麻一脸真诚，仿佛在说刚才不是我是哥哥。芝麻最喜欢和珍惜妹妹贴贴，也不管对方愿不愿意，孤涌上去就是一顿狂热的吸猫，困意满满的珍惜被烦的直扑腾。你这熊咋这么烦熊？离我远点。 可这副软萌模样实在没什么威慑力，最后只能无奈接受对方的狂热亲亲。其实芝麻还对没奶妈下过手，只因对方抱着别的小朋友。吃醋的芝麻立即冲上去控诉他花心，并咬着没奶妈的袖子不撒开，非要辣个女人给自己一个解释。芝麻，拿去马勺子给你，我不要了，送给你，我不要了，送给你，你咬嘛？没奶妈只好先放下怀里的小家伙。 随后绕来绕去，试图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可以转身就被眼疾手快的芝麻抓到，无处可逃的没奶妈直接原地摆烂。我跟你贼恨。此外，芝麻小时候还有段黑历史，因为能吃能喝，体重吹气式的增长。当奶妈抱着他去称体重的时候，刚放上去，体重秤就发出刺耳的超重声。他超重了吗？善良的奶妈为了给芝麻一个面子，决定把箱子拿走，让他再称一次。谁料芝麻的体重还是让称直接崩溃。太吵了。 果然，就算是吃素也会超重。不过，正是芝麻性格活泼、憨态可掬，他成为了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荣宝的原型，还因此被网友戏称为“鬼火熊猫”。就是说，这放在整个熊猫界都相当炸裂。萌兰就是理想型男友吧？首先是萌萌的基因颜值优良，爸爸美兰是海归，妈妈萌萌是影后，还有个晋升为局长的顶流妹妹花花。而萌兰则像是小说里的温润男主角。 身高1米9，颜值高，还喜欢运动，并且和妈妈萌萌一样是治愈系小熊，能提供正向的情绪价值。当初玩累的萌兰打算回内舍休息，没看尽兴的游客发出失望的叹息。萌萌听到后不假思索地掉头返回。
并摇头晃脑地跑向他爱的姨姨们。如此暖心的小熊怎能不让人喜爱？不仅如此，萌兰的家庭条件也在线，北京户口，家住北京二环，甚至还有北京事业单位的编制。天杀的，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那素未谋面的老公。而萌兰不仅是人人羡慕的富二代，还是熊猫界情绪最稳定的小熊。都知道饲养员会将食物放到蜂笼里，用来锻炼熊孩子的动手能力，防止刻板。没有耐心的小熊会直接大力出奇迹，可萌兰不急不躁，专注地转动球球，并认真思考从哪个角度最容易成功。别说是熊了，就连两脚兽都想给扔了。如果奶爸将笋笋放到爱慕仕包里，萌兰就跟个小人一样耐心伸手去拿，包包的袋子爱仕也不用蛮力扯断，轻轻松松就拿到了美味笋笋。不仅如此，萌兰还很有爱心讲义气，任何情况下都舍不得伤害其他小生命。当徐老爷送来窝头加餐后，萌兰会特意让小鸟朋友们先吃，等到麻雀都吃饱了才走过去坐下，慢慢吃着剩余的部分。在萌儿坚持不懈的投喂下，院里的麻雀跟吹了气似的长胖，感觉小家伙们飞起来都费劲。当看到美奶妈要抱走好兄弟庆小，萌兰当即喊上庆大，紧紧拉住他，心想没有人能分开我们三兄弟，就是说如此仗义的萌儿谁能不爱。并且萌兰还是事业上进型男友，每天上班都积极努力营业，愣是把5块钱门票的北东干上市，而旅游淡季更是全靠萌儿支撑着。只见他端着绿色王八壳犹豫不决，最后萌兰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，才终于叹了口气把碗盖在头上，心想那咋整啊，一家老小都指着我养活呢。不仅如此，萌兰的运动天赋也很强，仰卧起坐一个接着一个丝毫不费力，引体向上体操单杠对他来说也是手拿把掐，而萌儿单手拿轮胎的画面更是男友力爆棚。不得不说，萌兰就是最佳完美男友吧。只可惜这小子9岁了依旧是个光棍。徐福记究竟是什么神仙组合，主打一个相爱相杀。这天徐奶爸边给福宝喂小苹果，边叮嘱他外面天太热记得回来睡觉，开门放他出去前又忍不住唠叨了几句。福珠珠则用无辜的大眼睛看着奶爸，并点了点头，仿佛在说自己听懂了。不过福宝话虽是听明白了，但问题是他不听话呀，在外场溜达了几圈，开粉丝见面会，就直接躺在太阳下睡成了小熊毯子。担心福宝中暑的徐奶爸赶紧收猫，可无论如何呼唤小福都已读不回，任凭奶爸喊破喉咙也一心只想睡大觉，可以说完全把对方的嘱咐抛到了脑后。不过徐奶爸如今也不是好拿捏的柿子，扭头就在镜头前曝光女明星搬家后变懒了。刚开始几天因为要适应新环境比较活跃，福宝做标记做的屁屁都要冒烟了，可发现院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是自己的后，福宝就彻底放下心来，直接原地睡大觉。至于为何福珠珠不搭理徐奶爸的呼唤，或许只是单纯的想拿捏对方。都知道福宝回国后并不会掰主子，倍感无奈的他还曾尝试民间科学，虔诚的举起竹子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天灵灵地灵灵，竹子自己断行不行。而在采访中，金牌经纪人徐奶爸表示，不同长度的竹竿其实就是食物丰容。福宝虽然没有完全学会，但会动脑思考，如果你千篇一律的给他一同一个尺寸的竹子，他也就只会一种吃竹子的方式，你长长短短的，他可能就有不同的采食的技巧和方法，也可以说是食物丰容，他会动脑去想这个竹子该怎么弄，对他们都是有好处的。我们就顺其自然的观看去欣赏大熊猫。感觉徐奶爸和福宝搭伙过日子后，社恐症也被国际女明星给治好了。前段时间徐奶爸去照顾了别的小熊，虽然福宝身边也有帅气的谢奶爸，但当闻到徐奶爸身上的陌生气味后，福珠珠还是吃醋了，直接生胖气，卑微徐奶爸低声下气的哄了很久，才终于把小福收回内舍，并贴心的安排了果盘和按摩服务。舒服的福宝立马忘记先前的不愉快。不过直男徐奶爸前脚刚哄好福珠珠，后脚就趁熊不备喂了颗驱虫药，这难吃上头的味道令福宝口吐白沫，随后夺门而出，委屈巴巴的坐在墙角，再也不和徐奶爸天下第一好了。果然直男的操作永远想象不到，看来福宝爱拿捏徐奶爸也是有原因的，不知徐福记组合还能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